等到了养下去好吃的零食，传统手工设计馍，那设计馍的是不加一滴水，全部用牛奶鸡蛋和米的，那可是零添加，好吃了不得了。搿只是原味啊，入口即化，勿腻牙齿，松软糯，肥甜勿腻，淡香奶香，口感极其好。搿只是鸭蓉味道，淡淡的鸭香，背后风味。两种口味侪老好吃，当点心、下午茶、夜宵，侪夹起合适。搿只零食哦，真的是好吃。现在阿拉勿管吃啥物事，最怕啥物事？最怕老多添加剂、防腐剂。搿只零食哦，一眼眼没防腐剂，侬吃了没心理负担，想吃就吃。有种零食味道老好的，但是有添加剂、防腐剂，侬就勿敢多吃。只味道又好，又是零添加，放心吃，老人小人侪好吃的。哪家价钿也不贵哦，纯传统手工设计馍，也160克，配料小麦粉、鲜鸡蛋、麦芽糖、植物油、蜂蜜、纯牛奶。鸭蓉味道，配料小麦粉、鲜鸡蛋、麦芽糖、植物油、蜂蜜、纯牛奶、鸭蓉。盒子里向还配了一只一次性手套，搿呀我已经挖了吃了交关了。搿只鸭蓉味道也挖了吃过了。今朝的视频就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